造的作品都不只是表面上所看见的模样，透过放大镜更有其一片天地。无论是在头发上所书写的文字，或是在面条上挥毫的笔墨，甚至连生活中常见的牙线，都可以成为大师创作的素材。小说的高难度制作过程是你我都想象不到的。大师说呢，只要写错一笔一画，就得撕掉再重来。这些年他早已算不清重写了多少遍。到目前为止呢，大师已经创作了八本比小指头还要迷你的微小书。这些呕心沥血之作，还特别以外国著名的童话故事为蓝本，书写出各种不同的语言，目的就是要将豪芒艺术发扬到全世界。而接下来的作品更是让我大开眼界。老师，这个马是怎么回事？世界最小的马，可是这个马是一般的马啊，是吧？是吧？没有世界最小，对不对？对，一支铅笔有没有更大？哇！哇！真的，我是白马哎！啊，栩栩如生哎！它不是，它只是树脂。哦，树脂，你在铅笔的头上会做一点树脂，然后用树脂再把它雕成树，它是立体，立体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一般来讲，就是我们刚刚就是写字，对。那你这个整个把形体360度的形体给做出来，对对，因为今年是马。那旁边这个你再看过来呢，这是立体雕刻的秦家湖，它主要这一组是小熊猫啊，哦，在森林里面是不是？哎呦，天哪，你的世界好特别哦，经过放大镜，对，所以我眼睛看放大镜就是看到那个小熊猫，是有一种视觉上面叫嘘，好像拉着叫嘘，它时空穿越时候就呜，然后看到很多小熊猫在。在铅笔尖上雕刻出英姿焕发的骏马，在针缝中刻画出可爱的熊猫家族，甚至在一元硬币上只有一公分的金龙。从这些作品当中，不难发现大师创作的灵感都来自于生活与时事。大师说，他习惯在正式创作之前呢，先以免洗筷来练习雕刻形状，而这些惟妙惟肖的视作品，其实早已具备艺术品的等级。哎，老师，你这边有苍蝇啊？又，能够整理一下，因为你这地方你看。东西它是没办法保持原来的颜色，就有点泛黄。你这些有些东西，它可能讲博物馆要弄干净的，不然再来参观就觉得有。那个我把它清掉。等等等等，这个是那个很不容易的标本，我们把它留着，到时候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件艺术品来创作。你要在它身上再雕东西？对对对，所以你们已经雕好了。有，这是蜜蜂过而不乱。绝技啊，跟我一样豪芒雕刻啊，相当于会豪芒雕刻，对不对？小龙女遇到结亲不娶男，是他养很多的蜜蜂嘛，哈，他在蜜蜂上面写着在结亲不娶，放回去以后，大娘又看你的花线的时候，里面是酒，对，但是那蜜蜂呢，对，那是苍蝇有什么关系？苍蝇表示说技术呢更高一层，苍蝇更喜欢。我看一下啊，真的耶，这好梦幻，真的是好像武侠小说的。恐怕连金庸本人都没有想到，小说里面的奇幻情节居然在真实生活当中上演了。当年大师脑中的灵感乍现，让他在昆虫翅膀上创作，不论是蜜蜂、蜻蜓，甚至是更小的苍蝇翅膀，都成了他挥洒的画布。为了完成作品，大师曾经日以继夜的埋首工作，而盲雕所耗费的体力、眼力跟集中力都是相当惊人的。既然来到大师家中，当然要请他来指导我一下。我们今天要尝试我的材料是。
们现在来先介绍一下工具。好，因为你要喝很小的东西，也许就你必须要用很尖锐的针。是，这是针啊，对，这是你自己做的。